各位队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直日队友频道，我是 Scott， 我是 Wendy。今天是超级开心，我们来到了世贸这边的妇幼展。今天是妇幼展的第一天，我们也是首次参与这个盛会。我跟你说，刚刚来的路上就看到一堆人在外面排队了。而且我们刚才在停车场啊，那边的所有车下车都是婴儿车。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妇幼友善吗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会来带大家看一下妇幼展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好逛好买的东西，应该是有很多大品牌都有在这边摆摊，而且可能会有很大的优惠。你看今天人超级多。这次妇幼展的展期是4月1号到4月4号，只有4天的时间。展期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6点，所以还蛮紧凑的。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有什么品牌或者什么优惠的话，我们会把那个网址放在下面的说明栏，你们可以先上网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要抢的东西，再决定要不要来这边呢。你可以来兑换一些优惠券、振兴券等等的，但是要提前先在网络上注册。我被震折住了，太大了，我们要从那里逛起了。今天的展览我觉得真的是逛不完，我们可能要锁定一下我们要逛什么东西。我们如果都像刚才那样，我们会太容易被困住。对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些讲座，除了摊位之外也有吃有玩有学。我看到了 Kiko 还有 Mushkin 啊，我们家的沐浴用品，还有我们的洗澡玩具。我们再去看有没有什么洗澡玩具还可以买的。现在满699就可以赠送那个安全汤匙。那这个我们已经有了。这个还不错，这个我们家已经有了。目前有蛮多就是洗澡玩具跟喂食相关的东西。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。它这个很好玩哦，它会喷出水。你不要把人家的展区喷湿了。好，对不起。它就是磁铁吧，所以它会去洗。钓鱼。对，这个就很适合让它玩。限量的福袋，只要799。对，只要799。哦。它上面有海苔，它其实蛮有质感的。外出去海边，或者是你要去泡游泳什么的，对对对，它这个非常有防水。这个是什么啊？限量的，它里面就是那个棉花棒。对，棉花棒。然后它有抗菌湿巾。OK。然后里面的洗头的洗澡，还有乳液，还有护肤膏。OK。你知道这个是很有名的安抚巾的牌子。我不知道它也特别在哪里？就是这种痘痘毯有安抚的效果，然后它也旁边会有很多这种标签，就小朋友喜欢摸这种不同的触感。是啊，这个也很有名就是安抚娃娃。它也是安抚系列，就是都是这样子一颗一颗，他们就会觉得比较安全感，是吗？是因为它做一颗一颗，比较像妈妈的奶奶，所以小朋友会有种妈妈在身边的感觉。原来是这样，对。我就在想说，另外一个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绒毛的感觉是有点像子宫绒毛，所以它会是有一种在熟悉的环境的感觉。也有宝宝摄影哎，宝宝摄影直接在那边咨询我跟你说，它这里真的是不只是卖东西，就像是说宝宝摄影卖服务，或是除尘螨的都有来，只要跟任何孕妇宝宝相关的全部都有。我一直很好奇这种到底圈你会不会喜欢。我也很好奇，因为我看很多宝宝做这个都做得很开心，但是我圈你不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这样子躺。对，还是我们来实测看看，我们来体验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不知道对不对？还有玩具。好，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走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你要消失，看它能够撑多久，能够撑10分钟，我们就买了。好像蛮快乐的好像快乐好像撑得比在家里的时候久。我们试完时间到了，Chenny要走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我们等一下再过来。奇怪，家里的不玩，你就一直要玩这个，好大哦，真的逛不完。我们的九亿推车站，这边是月子餐专区不知道你如果现在过去跟他说你要试吃可不可以？我没有妈妈手册，他不会让我吃吧？没关系，你可以问问看，搞不好他让你试吃，说你下一胎还可以考虑一下。这边就这样直接给他开吃起来，超棒的。没有怀孕？对，可以用那个点心给你吃好不好？还是他
汤。好了，我帮大家问了，真的要怀孕才能吃，好不好？可惜啦，可惜了，可惜。我明年怀孕一定要来吃，真的吃爆它。哎、欸，有哈克斯耶！我们家的孕妇枕。对啊。你这样看一看，怎么感觉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有了？我们其实很多有啦、啊，但是我们就是还是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。好。像这个，你看我们家也是这个啊。月亮澡盆，这家很有名的月子餐。叫什么？月牙。要不要体验看看？很多那个名人都吃。哦，名人都有来吃过。你说的就是这个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这看起来好好玩哦。它是可以拆开的，所以它也这个也可以当它的餐餐。哦，这个可以当餐椅。哇。哎、欸，俊妮。Hello。这是什么？哎。哦。这个感觉也很好玩哎，有没有？嗯。感觉圈你会很喜欢。大一点的时候啦。对。哇。待产豪华组哎。哎，这样子就不用准备什么待产包了，直接一袋。对。直接拎着走。哎，这个棉之镜。我记得燕婷之前有开过团，很好摸。他说非常好摸，而且吸水很强，是不是？哦，真的很好摸。是九层的，是不是？你有三，它有三层、六层、九层。我们之前在考虑建立家的时候，有考虑这个，因为它上面还有那个车子可以玩。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费雪那一款，就我们家现在用的。然后还有这一款 Yokidu， 好像也很有名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，因为它这个是上面车子可以跑的，对啊，所以也算蛮好玩的。然后其他的部分就差不多。但是我们后来选择费雪是因为它有 TT 型，这是我们家的餐具，气胶餐具，它很好，是它可以粘在那个桌上，所以就不怕小朋友弄倒。对，这个我们下个月会团，五月大家敬请期待。而且他们家的餐具颜色都好漂亮，就是那种走那种莫兰迪的颜色，漂亮。就像这样子玩，对不对？你就直接放上去。它就有一个真空的力量，所以你就拔不起来。这个餐盘也是一样，都是直接粘在下面，就非常适合小朋友自己去探索。猪，这里有迪士尼的栅栏呢，好可爱哦！平常是可以当沙发，然后要打开来也可以变成栅栏。我们还没有机会到实体的店面去看，就在妇幼展先来逛阿卡强。这就是我们之前想要买的那个。这是什么？那个泡澡的时候的体温计，温度计。好啊，我们买一个。其实除了小鸭鸭之外啊，也有瓢虫，这些全部都是固齿器哦。做的好可爱哦。就是不同造型啊。香蕉。还好我们家已经太多了，应该是不用再买了吧。先不用。哦，好累哦。我们大概逛了一半而已，我就已经快要虚脱了。很贴心耶，它有设置一个休息区，这边有尿布台，然后还有一些桌子可以让宝宝在那边吃点东西，里面有补给入室，然后它也有热水可以直接泡奶奶，这边就是尿布台，都可以直接在那边换。这个是艾琳送我们的包巾，迪士尼包巾。他们家的包巾真的超好用哎。对，我们家现在就是用这一个。我们家是用迷你款的，我们是用这一款，我们家是这一款，超好用。有非常多迪士尼的款式，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团。我们家有这个，只是还没送来。它可以坐在里面，然后就可以玩这些不同的，练习它一些感觉统合的玩。这个真的是超好玩的，我们当初看到就是直接说一定要买一个。而且我很希望这个送来的时候可以困住它至少半个小时。对，就是这个玩这个玩这个，转一圈，翻一圈，转来转去，一直玩。我现在需要各种东西来让它可以玩久一点。哎，这也是我们家的餐椅，这一款应该也是蛮热门的。我们选的是黄色，之后也会开团购。对啊，就看宝宝如果说脊椎比较直的话，它就可以这样子坐起来。然后也可以再加餐盘，之后再来开箱给大家看。还有这一个也是很多人推荐的，这是之前就有人送我们的。对，就是咬咬兜，它跟一般的围兜不一样，就是在于说它这边也可以。让它咬，也是一个固齿器的概念。没错，这边有超多款式。哎，我个人很想要这个，哎，这好像跟宝宝无关，这应该大人用的。那我个人很想要这个大到有点，宝宝应该不是用这个吧？这是大人的啊。这是大人的，那你要买一个吗？很可爱。我
是蛮想要的，真的蛮可爱的。好、啊，反而买了自己的东西，它也可以套手哎。对啊，这超可爱，它外面是玩偶，然后打开里面就是这个毛毯，玩偶毯。啊，认真啊、哦？你说毛毯装在玩偶里面？对啊，你看它这个屁股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它里面会有毛毯。哦。可爱哎，原来还有这种东西，玩偶毯，还有各种不同迪士尼造型的。它这里都是迪士尼的，我觉得好赞哦。黄金盾哎，这也是我们之后会开团的。哎、欸，我们是团妈就对了。刚好最近很多宝宝相关的东西，超多，大家赶快加团购社团加起来，都会是全通路最优惠的价格。偷偷说，乔伊斯婴童家具，哎、欸，这是我们的婴儿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而且据说我们的。影片会在这边播放哦，在这有吗？有，好尴尬。我们的影片在这边播放，第一次影片在这边播放的感觉如何？有点尴尬。哎，这是你耶，可以跟你要签名吗？这是你耶。Hello。谢谢。大家如果有来妇幼展的话，也可以来这里看我们的影片。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你会失心疯，棉花糖，超可爱的棉花糖。出去就是明年再见喽、嗯。希望你明年的时候可以来吃月子餐。好啊，我明年来吃饱。对，已经一点了。我们几点来的？我们应该10点多吧。竟然这样子随便逛一下，也逛了2个小时。我有点舍不得离开耶。如果大家是新手爸妈，尤其是。还没有生或是刚生还不知道买什么的话，这里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得来逛，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觉得很棒的，但是刚好我们都已经买了，对，我们可能已经有了或是我们已经订好了，就之后会有，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真的可以来参考看看，如果你有妈妈手册的话都是免费进场，那如果是宝宝手册可以用100元的优待票，而且一张票都是2个人可以入场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已经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按赞，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哦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有被吓到哎、欸，怎么样，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东西可以逛，真的，本来想说育婴用品不就是差不多就这几种而已，而且会随着宝宝的年龄然后会不断的增加，你会需要不同的东西，就会想说啊，那以后也需要那个也需要那个，你就想要一直看，然后就算你当下没有需要现在还不用到，可是你就会想说啊，他以后也可以用这个，然后就想要研究一下那是什么东西。对，真的要小心，来这边荷包要看紧，最好不要带钱跟信用卡都不要带，就来看就好了。